这个五种见惑就是身见。你看，凡夫六道凡夫，把这个身体当作自己，当作我，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一生都是为这个我服务，不知道这个我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它是生灭法，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在佛法里面说假的，不是真的。啊，佛法真假从哪里分呢？不生不灭是真的，有生有灭是假的。啊，现在我们这么多年的学习，对于这桩事情有了一点概念了。那这个身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为什么要来到人间？来到人间之后了，这一生要干些什么？科学家也研究这问题。有没有答案？有很多不同的答案。啊，但是还是佛的答案最高明。又简单。人生愁业，你自己做不了主啊。你为什么到这个世间来的？报应。你过去是造的因，这一生到这里受果报。如果过去生中修善积德，这一生的果报你来享福的。啊，人间的富贵，如果造出罪业的，你这一生到人间来是受苦受难的。啊，前世造的因，这也是果报啊。这也是所造的来世的果。啊，我们这一生干些什么？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干些什么？那如果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好，来生是人天福报。如果是贪嗔痴慢疑，是不仁不义，无理无信，那来生就苦了，来生三途去了。这是不能不知道的，这是世尊，是菩萨们无尽的慈悲，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希望我们来生不要多三恶道，三恶道太苦了，时间太长了，很容易进去，很不容易出来。那为什么？进去之后那是消恶业的，你阿赖耶里面所有业系种子里头的恶的，统统要消干净，你才能离开。那我们这一生所造的，就不少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过去无量劫来生生世世，这累积了多少？你就晓得这个麻烦大了。啊，一念不谨慎，就到三途去了。
道三途时间长啊，到天道时间也长，天道是消福报的，消善业的，三途是消恶业的。所以说他是恶报，六道都是消业障的。可是我们六道里众生，他不觉悟，遇到佛法也很难回头啊。所以长劫轮回，我们在六道住了无量劫这一生那结过去世所结的缘分，跟佛结了缘分，特别是净宗，净宗能往生都是过去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遇到了，得诸佛如来冥冥当中加持，你能信，你能愿，愿生净土，你能老实念佛，这一生能成就，没有一个是侥幸。也没有例外的就是一生不幸福，临命终时一口气还没断，遇到善友劝他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他立刻就能信，就能愿发愿，好，我愿意去，念一声佛号十声佛号都能往生。我们看到了潮州谢宗的父亲，他就是这样往生，真难得了，证明经上给我们讲的不是假的我们后面会读到生念必生这一愿的成就虽然他这一生不相信没念佛，阿赖耶里的种子多，过去生中积下来的累积下来的，在这个关头起了作用，帮助他顺利往生净土，瑞相喜我们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他们把往生瑞相拍摄在手机里头拿来给我看，你看到光，光中又看到莲花，时间有两三分钟了，不是眼花了，真看到的这些弥陀慈悲也，让这些人往生，现出这些瑞相，为我们做证明。三转法轮呢，他们来做正转。在家居士
啊，走的时候，两三天当中，身体柔软，像棉花一样。啊，就这一个瑞相，读了很多人，大家就握他的手，软，比活的时候还要软。啊，你能不信吗？啊，所以菩，那一刹那当中，菩提心升起来。欧耶大师说得好，真心真愿就是无上菩提心啊，一声佛号就得佛戒缘啊，这最近的事情，我们亲见在手机照片里面看到的啊，他们把这个事情说给我听，亲耳所闻。要知道这是大事，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就是发生大事，就成佛了，这还得了？啊，所以我劝同学们用真心，真心就是菩提心啊，头一个不欺骗自己，第二不欺骗一切众生，跟佛用同样的心，无尽的慈悲自心化他，这就叫波罗蜜多。菩萨成此大行，能有生死慈岸，到达究竟涅槃之彼岸，故名道彼岸。这里头卦符里头有个解释啊，波罗者彼岸也，密多者道也，彼方就是古印度，他们的文法叫彼岸道，我们的习惯叫道彼岸啊，因此大行，能度诸法之广远，故名度无极。啊，广是广大，没有边际。啊，远是远近。圆净是从时间讲的啊，过去未来啊，这合起来广远就是十方三世啊，菩萨能度十方三世，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众生，弥陀难度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一些人生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啊，他的智慧神通道理就跟阿弥陀佛平等啊，佛有能力度一切众生，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
也真正展开度一切众生的事业啊，所以这叫度无极啊，称为波罗蜜多。生彼国者，具足神通。神通两个字简单的解释，神妙用不测啊，也就是说我们无法测度它啊，只能用不可思议来形容，无法想象，无法说清楚啊，通融自在啊，无所不通啊，啊，自在无碍，能彻底贯彻一切自行与化他的事业。这个神通自在这一句就是说明佛与菩萨，或者是老师与学生啊，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这个世界没有国王，也没有文武百官，只有一个老师阿弥陀佛，每一个往生去的都是学生菩萨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称菩萨，真菩萨不是假的。为什么？通通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不但是菩萨，哪一个等级的菩萨，阿惟越致，阿惟越致是最高的等级啊，这不是自己修来的，是佛力加持的。佛力加持真起作用啊，从什么地方看来呢？在这经文上我们曾经读过，从上说他们能够分身神足通啊，能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诸佛刹土供佛闻法，大自在啊！啊，供佛是修福，闻法是修慧，福慧双修啊！不可思议。不但供佛闻法，而且还可以化无量无边身，化身也能化身，普度有缘众生啊，度有缘众生要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他现什么身啊，应该给他说什么法就给他说什么，没有定法可说，也没有一定的身相，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啊，我们要把它认清楚啊啊，真正认清楚之后，你这一生
方向确定了，不会拐弯了，目标清楚了，就是亲近阿弥陀佛啊，其他的万缘放下了，一心专念啊，像海鲜老和尚20岁出家，师父就传他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112岁往生啊，念了92年啊，念到什么样的功夫呢？跟经上所说的，他念到离业心不乱，净宗这个法门啊，从功恨上来说有3个等级。第一个，功夫成片啊，什么叫功夫成片？烦恼没断，但是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决定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这叫功夫成片。一般人真正念佛，我看到很多，多数3年就达到这个境界。达到这个境界，阿弥陀佛一定现身来给你道护啊，佛会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等到你命中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往生啊，这是功夫成片，是感了，佛自然就有因，感应道交啊，这是你第一次见阿弥陀佛，你有信心了。如果你的寿命不要了，可以求阿弥陀佛，现在带我往生，阿弥陀佛慈悲，就带你走了。所以念佛人许许多多念了3年他就往生了，是不是他寿命到了？不是的，他自己不要了，这个世间太苦，极乐世界太好了，他看到了啊，求阿弥陀佛带他走了，这才讲得通啊。如果还没走，他在这个层次上再向上提升，就是四依心不乱，要多长时间？也不过就是3年5载啊，他就做到了。四依心不乱是见思烦恼断，跟阿罗汉平等啊。那么再继续努力，再往上提升，是离业心不乱啊，应该也是3-5年时间。所以我们想到海贤老和尚，他的功夫成片应该在25岁之前啊，事业心不乱我觉得30左右，理业心不乱40左右啊，他早就可以往生了，阿弥陀佛留他，跟他讲，他修得很好，
这个最好的是什么？能忍辱，忍辱波罗蜜，忍能得一切法的成就啊！不能忍不行啊，能忍。所以佛嘱咐他，在这个世间多住七年，给学佛的人做个好榜样，给念佛人做个好榜样。是，他是接受弥陀嘱咐啊，来做佛弟子的好样子给大家看。2013年1月，表最后一个法，就是他看到一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僧瞻僧啊，他不认识字，有人送这个书带到来佛寺，他问他，你们拿的什么书啊？人家告诉他，这个书的名字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瞻僧。他听到这个名字如获至宝啊，拿在手上穿袍大衣啊，告诉人，你们替我照一张相片。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照相的，大家晓得这是表法啊，这是做证明这本书是正确的啊。这本书的内容主要的就是希望出家人要团结啊，现在出家人不团结，宗教不团结啊，都是释迦牟尼佛所传，无论哪一宗哪一派，都要像兄弟姐妹一样，要互相尊重啊，要互相帮助，佛法就兴旺啊。啊，如果彼此门户之见很深，自赞回他，佛法就会灭亡了。啊，对于佛门各个宗派要平等看待，要像善财童子一样。你看53参，53位善知识所修的法门不一样。啊，善财平等的礼敬称赞，这就对了。啊，不但对于自己的宗教，别人的宗教也要尊重。啊，这英国汤恩比博士说得非常好。他一生不信宗教，但是对宗教评价非常高。那他认为世间所有的高级宗教只是讲的不一样，内容完全相同，方向相同，目标相同。那印度教说梵天，基督教说上帝说神，伊斯兰教说真主，佛教说佛陀，都是同样境界。修成之后来生啊，他在极乐世界，他在天堂啊，他在梵天，结果怎么样呢？大家都在一起，原来是名称不一样，实际完全相同。这个说得好啊，
啊，宗教要团结，要跟着现在科学走啊。啊，为什么过去神在各个地区发展宗教不一样？那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古时候没有交通工具，一般人老死不相往来，没有媒体啊。那现在跟着科学进步，所有不同的宗教知道原来是一家啊，用过去不同的这个名称行，不用也可以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吗？一体比一家还要亲密啊，一体，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生到极乐世界，智慧神通道理啊，就跟佛差不多啊。记住，这是佛力加持，不是自己修成，便宜可占大了。那往生极乐世界就能行化身菩萨的事业，这还得了吗？啊，什么人有福报了？相信的人有福报。所以《弥陀经》上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的生彼苦。啊，明白这个道理是善根，真肯干是福德。啊，信愿持名，这人有福啊。那因缘缘我们遇到了，啊，不容易遇到，我们遇到了。三个条件具足啊，决定得胜。